快乐舔狗居然不在线。时间还早，我就试一把。挺简单的嘛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何子京们，是不是以为看了这个就能摆脱送快递的命运？天真！可恶！可恶！鸡在键盘上啄米。都比我厉害。一首《顺风》送给你。你这个舔狗，真想把你拉黑了。我今天捡到一个高级背包和衣服，还有一把传说中的 AKB48。那是 AK47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我以为我能完成任务，结果还是没能活过五分钟。唉，我真的有那么菜吗？你心里没数？10分钟后上线，我带你体验一下炸烟花的乐趣。你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有点儿。